看看新闻网。好，说到梁咏琪呢，前几天刚刚和老公还有家人过完圣诞节呢，一大家子人在一起吃饭，当然是其乐融融哈。昨天两个人呢又出现在了香港的中环购物中心哈，老公一个人不仅仅是一手拎大包小包，另一只手呢牵着这个大肚子的老婆，三个人应该是很恩爱的感觉。昨天被誉为最美孕妇的梁咏琪和老公出现在了香港中环某商场外，老公手里已经提了个大袋子，看样子两个人已经逛完商场满载而归了。虽然这两位都是蒙面人，但明眼人还是一眼认出了怀孕七个月的准妈妈梁咏琪。在发现记者跟拍之后，夫妻俩非但没有匆匆离开，反倒是和记者打起了招呼。过马路时，老公无微不至地搀扶着梁咏琪，满满的都是爱呢。我带佢落车啦，拜拜，小心啲啊，拜拜，多谢啊，特别注意。娱乐新天地编辑报道。